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雪。我是猫。对，我们今天要来吃新石记的合作餐厅。Yeah, 我们还有一个人没到。没错，我们的雷总还在路上。那这餐厅它是期间限定，5月18日，就今天赶快来吃吃看看是长什么样子。对。好，远远的就看到这个大大的一个扛棒吗？是算扛棒吗？扛棒吧。在拍招牌的时候，成功跟我们的雷总会合，人超多，吓爆。我们现在正在漫长的排队当中，没想到人这么 超多，没有错的啦。等待，对，等待，来看一下菜单，看一下我要吃什么。我们点的第一道来了，喀沙的什么原始炙烤鸡腿餐，天空做的拉面，靠这个征服世界，琥珀的松饼，好中二哦！我只拍，为了拍手，对，就中二没毛病。你不要拍，完全不要，不要，等一下再拍你，等我拆服。我们现在要猜拳来决定谁要吃，谁要吃千空，谁要吃丝。好，一个是吃剪刀石头布。哎，出谁吃谁，出谁吃谁。没错，自己出自己吃，合理。换只能这样子了，连千空啊，还有一只嘞。嘿，去哪去哪？有话好说，千空他想要去一个对的地方，一个身边。对。耶，哎呦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发现它的饮料撒可可粉有一个巧思，就是它会在上面撒那个角色的裂纹的方向跟形状。对，像这一杯是千空的嘛，这一杯是丝的，所以就是这样。这一杯是幻的，就是它脸上那个很像嘴巴在讲话的裂纹形状。上面还有樱扣拉的字样。这次我们点了三杯饮料，所以有附三个杯垫。那杯垫是随机的，我们拿到的是琥珀的，还有幻的跟丝的。是我们刚刚精心制作的大量发生特餐，有大量的千空跟少量的其他人。这是我们老板精心制作的他的 CP 特餐。蛋糕。不是你的 CP， 后面还有藏一个人。